各位傳媒早晨，我剛才在寫字樓就看到傳媒的報道，我們非常之敬重的姚宗儀教授呢是離世，當然我們現在仍然接觸姚公的家人去證實，但是我在這裡都是想表達我和姚公呢其實真的關係都很密切，在過去十年在不同的場合呢都得到姚公的教诲。去年的十月十九日呢我都是請了姚公和他家人去到禮賓府查罪，當時他的健康狀況都是不錯的，亦都有很開心地吃些點心，看看他多年來掛在禮賓府裏面的兩幅的傑作，一幅是書畫，一幅是姚公非常之擅長的荷花。所以到稍後我們證實了消息的時候，特區政府會再有一個正式的回應。